玻璃之城。明亮的济州玻璃之城等候大家的光临。玻璃之城是以神奇的玻璃工艺为主题而建成的国内最初的玻璃博物馆和主题公园。这是一个融入了尖端建筑技法的玻璃工艺体验馆和现代玻璃雕塑作品室内展馆，还有玻璃拱形顶的咖啡厅等综合玻璃主题公园。室内以再现童话《杰克与豆金》中的豆芽为主题，呈豆芽形状的玻璃工艺品一直伸展到玻璃拱形顶的高度，让人有一种置身仙境的感觉。这真的是玻璃吗？现代玻璃雕塑馆里可以欣赏到很多工艺品，其技术之精湛让人看了会怀疑是否真的是用玻璃做成的。之处，现在大家准备好和我一起走进梦幻般的玻璃工艺品世界了吗？